牙健康状态。这些症状分为生理和心理两方面。香港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调查，发现超过九成被访者在过去三个月曾经出现至少一项亚健康症状。年龄30至49岁的壮年人士有症状的比率就最高。其中眼睛疲劳、腰酸背痛和经常疲倦是三大普遍出现的症状。有部分人表示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工作，甚至没有精神做任何事。25岁的 May 在一间初创公司做文书工作，主要是将数据和资料输入电脑。通常是重复一个动作啦，做得耐咯，系啊，跟住就唔经唔觉佢就会开始好酸软。过咗阵咧，手臂咧其实你做唔到嘢嘅，困扰都一定有，即系你会觉得好，有时都会有啲即系压力。工作之外，连日常生活都开始受影响。你平时一个好简单嘅动作，揸住个杯咧，都啊 feel 到哦唔得啦，我要放低佢先。或者系可能食紧饭嗰阵咧，都 feel 到佢有时唔知点解突然间都会痹啦。咁跟住都系要哦，我放低啲餐具，跟住停一停。似病非病，未都唔知道自己身体出咗啲乜嘢毛病。我又講唔出，因為我覺得係可能做嘢做得攰啦，但係又未去到話係即係覺得係自己係有病嗰個問題，即係又唔係一個好嚴重啊，好似傷風感冒咁，你好明顯。佢話原本都冇諗過求醫，但係因為情況越嚟越影響日常生活，覺得要正視。信啊，個人係有咁直坐咁直，好多都市人咧工作時間好長啦。睡眠時間、休息時間是不足啦，咁佢哋嘅運動嘅時數都是偏少嘅，再加上即係唔夠注意自己嘅飲食健康、飲食習慣，佢自己知道自己嘅健康狀況係相對較弱。未先後睇過中醫同西醫都揾唔到原因，呢一日佢就試下自然療法，發現幾種醫學嘅講法都有個共通點。都是會叫你在平時的生活入手，因為我們以前成日翹腳或者是側埋一邊咁樣借力嗰啲咯，其實都對個頸或者係對一些肌肉上面嗰、那個即係負荷都比較重，就不想就因為咁樣而影響到，即係可能構成啊到大病咁樣先嚟解決咯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，健康不单止是没有病或者体质健壮，而是在生理、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都处于良好状态。就算身体没有出现明显症状，但是生理和心理方面出现不适，这种介乎健康和病之间的身体情况就是属于亚健康状态。根据世卫定义，介乎健康和病之间的身体情况属于亚健康状态。虽然 Neo 每日都有做运动，但是他自己一样受亚健康问题困扰。不过他不是出现痛症，而是一些心理上面的症状。压力来源主要是公司要求他跑数，即是要游说客人买套票。其实有普遍的，其实都有些矛盾位的。健身教练其实我们是主要教健康，需要令个客去認知咩叫健康咯。當你個數字嚟咗，但你可能你個數字未達到嘅話咧，咁你就會不斷地去做唔同嘅方向或者做唔同嘅説話，去令到呢個客去同你買糖。雖然公司要求翻9个钟，但係有時要配合客人嘅時間，又要跑數，一日做足16个钟係等閒事。一些小毛病接连在 Leo 身上出现。其实健身教练咧，其实有时都唔真系好健康。我试过就系会试咗几次系红，好似红眼症咁样咧，即系眼会红咗，即系皮肤敏感。咁呢个就系个时间太长、压力太大嘅时候，会令到我个免疫力咧降低嘅时候，出现咗一啲敏感出现咯。都试过就系起身嘅时候，你发觉个骨头先跟重噶嘛，系咪？是个体力是压迫得到，但个心态上其实会好攰嘅时候咧，起身嘅时候真系觉得啊，又要翻工，个人会好唔开心，个好灰，你 feel 到个感觉，个成个背影后边系灰嘅。虽然未去到患上情绪病嘅地步，但系呢一种情绪低落嘅症状一直困扰住 Leo。
连做运动都变成发泄，背离咗佢从事呢个行业嘅初衷。我呢个工作咯，其实系 enjoy 去做运动啊嘛。当压力太大嘅时候，当个环境逼到嘅时候，其实做运动系一个宣泄，系一个叫发泄嘅，其实真系唔享受。Leo 呢一份工几乎冇私人时间，佢同女朋友 Becky 亦都好少机会可以拍拖去买餸煮饭。得翻西兰花。腰梅啊，唔该。佢旧年辞咗连锁健身公司嘅工作，自立门户做私人教练，生活作息先至平衡翻。佢比较平啦，其实佢都好有营养噶，同埋就容易烹调咯，同埋就佢个功能其实系好多嘅，咁其实杀菌啦，帮助你肠胃啦，通血管啦。自己落廚，唔使再為跑數捱飯盒。Leo 話好享受。健康嚟講嘅話，七分飲食，三分運動，即係我哋飲食其實佔最大部分。咁即係如果你飲食係從你個飲食方面，如果 OK 嘅時候咧，能夠幫到你係就好大，就舒服好多啊！而家都嗰個時間，雖然揾嘅錢冇以前咁多，但係個生活節奏可以自己控制咯。同埋以前即係有時啲嘢要取捨，即係使錢真係比以前真係少咗嘅，但係反而個數質係比以前好咗。Leo 話都感覺到自己嘅情緒好咗。譬如我哋個關係咧，即係而家係穩定噶嘛，以前係點樣嘅咧？哇！真係三日唔係兩日咧，少少事都要嗌大交。之後可能佢十句説話九句都嗌交。係啊，我覺得就係諒解唔到對方，因為你自己。傾嘢係有嗰個狀態，你自己都唔 OK， 你點樣處理身邊啊？出現亞健康狀態嘅在職人士其實唔少。根據職安局最近進行嘅調查，顯示有七成六嘅人有呢一啲嘅生理症狀，而七成人就出現呢一啲生理性嘅亞健康症狀。呢啲會影響員工嘅工作表現同埋效率，甚至削弱機構生產力。而家其實更加多嘅狀態就係我哋叫假性翻工 （presentism）， 即係話其實佢個人就有翻工，但係佢個靈魂就未必係完全翻咗工。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無論係犯錯佢會多咗啦，同埋佢做出嚟嘅嘢其實嗰個質量都係有影響嘅。佢引述經濟合作組織喺日本嘅調查，打工仔嘅心理健康問題，直接或者間接帶嚟嘅經濟損失高達國民生產總值嘅4%。他鼓励员工和企业正视问题，又说不少打工仔高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。我们叫做流动健康工作站，其实就是我们会借给不同的公司，很多人就是以为自己做得很好，以为其实我都 fit 了，但是如果看回数字的时候才会令到，哎呀，原来其实他们是不达标，甚至乎可能体脂偏高，手压力又不够，令到他们真的知道原来要再燃起行去做事。